哎，我开始拍吧，用后面的后置摄像头。后置摄像头，对，因为有广角。哦，是吗？对。好的，啊，今天怎么样？今天挺好的。挺好的，对，我也觉得。住的有点不太好。对，这个住宿有点。但是这边都不太好。昨天最好的，我觉得昨天我们住的酒店是最好的，对吧？是的。今天觉得还可以的，就是觉得还可以的。我甚至觉得比我们第一个酒店好。真的吗？是的。天哪！啊，然后想去滑雪，但是他说不可以。所以我怎么办？那你自己去呀。对，怎么去？我不知道。什么不知道？一定有路吧？那我们在这做什么？是在自由活动，但是对，应该还有的吧？看看风景，他们在拍照。啊，对，谢谢，你过去。不管。怎么了？我看一下你的这个景。对，很广。对吧？很广啊，广，对，很广，对吧？我们不说很广，很宽。很宽，很广，对吧？很宽。啊。我们先去那里那个超市吗？好的，可以啊。你喜欢哈尔滨吗？我喜欢的。我喜欢的，但是觉得空气没有那么好，所以。旅游，空气，对，空气。旅游好，但是搬到这里。旅游还可以。对。超市到了。超市到了。就是啊。好的。哦，对，那有那么多滑板呢，哪里可以？哪个滑板呀？对。小朋友的那个。对。你要吗？嗯，对，我们可以一起玩。哦，行，待会儿我们去找一个。买两个。不是要一个人拉的呀？怎么买两个？没有啊，我们找个山坡。山坡。山坡，对，上。摔死了。怎么摔死的？嗯，很滑，好滑。这个是2022年的那个，好像是运动会的，不是在北京。对，但是冬季奥运会啊，啊，你对，冬奥会的，就是在这儿，在这里，这不是在北京，就是现在北京奥会，对，冬奥会，冬奥会在北京怎么滑雪呀、啊？你问问他们，他们知道。不是在这儿。北京不是哈尔滨，北京2022年的，你不知道吗？也、yeah, 去问一下，你错了。你错了，你问。你问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这里是办了冬奥会吗？这里没办，我们两个是冬奥会会员旗舰店。哦，那冬奥会是在哪办的？地方有没有什么场吧？说了吧，是在、啊，他说是在北京。哦，那他是那个应该都有场。亚布力是滑雪的，对吧？对，对，就这。好的，谢谢。他们进入了一个冬季奥运会的地方，啊、在北京。但是这边也要有场地，不然怎么滑雪？好吧，那我们买东西吧。你说哦，有靴子。对啊。我的大小、啊。你的大小有吗？对。你看看几号？不知道，你问问吧。42。太小了。对。好热。42。看一下，43。你问一下。怎么问一下？哇！买个外套，好不好？啊？所以很便宜，对吧？
1299，可以接受吗？可以接受。我问你啊。可以啊。可以接受，怎么不可以接受了？太划算了吧，买吧。您回酒店途中就顺便买一些吧。好的。哇，这个水也太便宜了。对，很便宜啊。那可乐三块。嗯，待会我们买一些吧。好吧。鹿肉 ，Oh my god！ 嗯，已经打开了。那个是给你尝的。是吗？对。啊、哦。绿的，鹿，绿，鹿，鹿，对，啊，我们是朋友，没事。行，你和谁都是好朋友。对，热心。嗯、妈妈，这是掉了。妈妈是什么？妈妈掉了。没事，我找，我就行。嗯。看一下多好的。你这样子是难受的。嗯，请问，可以帮我问？那个靴子有我的大小吗？你好，请问你靴子有46吗？没有46。好嘞，谢谢。不是你靴子，是那个靴子。那个靴子，纠正一下。然后你说，请问，好像开不了，窗没有人。可以开啊，你说从，对吧？哦。太聪明了，对。你可以用钥匙。哇，这号好大呀！喜欢吗 ？God， 哇 ，Look at here！ 好。看这儿。进去吧。好，跟我来来来。在哪里啊？不是，我说看这个顶上。臭豆腐是地道的吗？不知道，是冰冻的。好的。老味道，小。我感觉我应该找个东北老师，然后南方口音重的老师。南方口音，你在学？对，南方口音。是要学北方吗？都要学的，因为每次听别人说话我听不懂，因为他们的口音很重。啊，去哪？啊？这是我走，然后就离开了我。那你应该看着我呀。你说话就离开我。你应该找到我呀。哦，那我们有狗狗。狗来来来，狗拉雪橇。狗。那是要钱去坐雪橇，不是让你玩。不是狗，是狼。是狗什么狼？就是狼。不是。应该是吧。不是。哦。天哪，这太大了吧。哦。可以 pet 吗？什么？可以 pet 吗？不可以。哦、想买个烧烤就喂它。买烧烤喂它。对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哦，海鸥狗。哦。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狗狗，不喜欢小狗。哟，这是哈士奇吧？我不认识狗。这也太大了。对，他饿了，他饿吧，他在叫，他要吃饭。
都要吃饭。嗯。那去检查一下吧。检查什么？狗。先去看一下吧。他在说什么？他怎么叫起来和这个狼一样的？他在说什么？哦，他在吃什么？他在吃骨头。狗。哦。感受感受吧。这是什么狗呀？阿拉斯加。哦，阿拉斯加。哦。你俩一家的？嗯。清清白，男生，不贵。啥呀？我不敢坐那个。安全，小朋友都敢坐。我怕狗。你坐。好，我们回他是美国人。对。我们回去就。他是哪国人？哦，美国人，美国人。美国。嗯。结婚了吗？美国人。结婚了吗？你听懂了吗？结婚了吗？结婚哦，没有结婚，没结婚呢。对，天哪，打架了。他们会咬人吗？他们在说好不好？哦，去，来。来，我跟他说话。他们不说话了。来呀。他们不说。Oh no！ 我说国话。Oh no！ They're having sex。说中文呢？我不说，你转过去拍。啊。你转过去拍呀。And he's helping him. That's it. 不是。他待会以为他的好朋友来了，他就过来了。你跟他不是一个品种的。嗯。真的好 sad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好恐怖。我小时候会讲狗话。真的假的？有关系的。你可能是一只狗。你怎么还会讲狗？ Oh no， 又要去。Oh no again。Oh no again。他说他很孤独。他们一点都不孤独 ，They are doing it。说中文呢？我不说。我有素质，我文明。好吧，再见，我们就可以。